谁输了，输了就请赢的喝星巴克这样。我输了，你就直接给我地址，我直接帮你叫。各位观众，我是宇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麦块系列，耶、yeah ！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的小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妞。哎、欸，小妞最近很捧场，她真的是每次邀她都上，一定要啊！这个宇哥一到日全部 call 我，全部都会上啊。哇！啊，你影片呢？你影片什么时候拍？我现在。哦，都有拍就对了。哦，可以。那今天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要玩的地图是那个，这算是 Minecraft 铁人三项，所有 PVP 都在里面吧？对对，因为我这么讲的，是因为它的模式是有很多，像是我们刚刚有测试有那个互相射弓箭跟互相射那个 TNT 之类的、嗯、那今天就是来跟小妞来单挑这样，不然这样好了、yeah. 我们赌点小东西。真的吗？假如说谁输了，输了就请赢的喝星巴克这样。真的吗？没问题啊，就我输了你就直接给我地址，我直接帮你叫。那宇哥你还欠一杯。对，我还欠一杯，所以你会两杯，你当天直接拿两杯。没问题，如果我输了我明天直接帮你叫。哦，真的吗？我直接说到这了，明天帮你叫，我还把那个画面拍下来，这样可以好。那各位如果喜欢这种挑战系列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的订阅及喜欢小强点起来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说希望下一集可以邀请谁，这样来啊，赢我就可以喝星巴克啊，没问题啊，绝对认真啊，来三二一 ，Go Go Go， 哎呦什么？大家喜欢点起来哈，下面留言帮我加油，不用帮小牛，谢谢。我的观众都我的人，都我的人。没问题。第一关是什么？应该不是一样。我，这什么？TP 他会、嗯、啊，在云上面什么意思 ？TP 哦，丢到云上面吗？太难了吧？那怎么丢啊？右键对不对、啊？右键吗？你要丢那个对面那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但是太难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来，我来。欸、不能打、啊。等一下，哎，我死了，靠背。你死了我就赢了，没有吗？干，所以你赢了吗、啊、？Nobody， 没有哦 ，Nobody， 没有人赢。所以刚刚应该是要丢到，云上，然后看谁的。不是这个云，他刚旁边有一个小云。哦，靠北，所以丢错云啊，这就是这个是那个，哎，我不跟你讲，要进水吗？哎，可恶，你知道？我输了，喂，哎呦，水哦。我跟你讲，站在同一个地方太久，它变水啊！哎、欸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我以为要进水、欸，我走水里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原来我也死掉也不行那个。OK， 要上到最后太难了吧？不要吧？这个应该就没蛮明显的了吧？哎、欸，大哥，你干嘛？还没开始啊？还没开始啊？急什么急？哎，怎么了？破盾哦！啊！哇！你刚剩几滴血？我只扣半滴吧。可恶！哎、欸，不行、欸，我跟小牛 PVP， 我没胜算啊！快再来一点趣味竞赛！是什么？哦，挖雪的，帮你挖下去吧。是吗？还是？嗯、应该是。哦，对。刚做一个活着的。宇哥，哎，不要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下面还有一层，下来，有种下来啊！来啊！怎么？哎，还是迟早要下来的，你还是迟早要下来的。白说，但是太不公平了，我一定要跟着你一起下去、欸。哎、欸，这过分哦！小梁下来啊，小梁！哎、欸，宇哥行不行？宇哥行不行？上天了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叫我自己自杀，靠没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自己自杀？我不小心挖到底下了。哦，这很紧张哎。星巴克哦，没有，这个 OK 没问题，还没开始吗？还没，这也算 PVP 的环节吗？这也算 PVP， 我根本没一颗星哎，所以射到一次就爆了啊！我跳左边，好，来，喂，我没说我要跳，哇，你也被射到了是不是？我也被射到了，好，哦。哎、欸，然、yeah! 后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 yeah! 还有机会，然后上面，哦，看，完了，就是攻哦，完了，这我不 man 的，对，我刚没上剑，我有发现，哎呦，哦，你没上剑哦，哦，那个是弩，那要上剑，等一下，我用第三人称模式根本射不到，哦，你用第三人称啊、哦。刚刚用第三人称的，哎呦哎呦，
先把一个路断掉吧。你确定？你要确定哎、欸？你要雨龟跳不过去哦。你要确定？你要雨龟跳不过去哦。你要哎、欸，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了。雨哥，你要没路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注意脚下啊！再见了 ，Sayonara。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我还有一次一场的机会，这一场还可以再输一次，输一次就没救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、啊欸？哦，不要被炸飞吧？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应该是，应该是。这是击退棒吗？欸、是击退棒，是吗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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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又是 PP，、欸、又是 PP， 鸡排，谢谢大家，大获全输。承让了，承让了，承让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我知道这个，这是那个谁先最弱的，最弱，然后不能死，这样、嗯、死了会上来，这样、哦、对。还能有，就慢慢下去这样。可以，而且他只有、哦、可以下去了四格血这样。哦，是要慢慢下去哦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干草滚，干草滚。哎、欸，你在自暴自弃吧？为什么直接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、欸、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我终于赢了九比一。还有几关啊？最后一关，还有十关。最后一关，十关吗？哦，跳水，跳水，每跳一次水，他那一格就会被那个。嗯嗯，我知道。OK。哎、欸，你今天可以跳了吗？为什么跳不下去？没有没有，轮流换你。好好好，他轮，他把你顺过去，对。哦。哦。哎，还想推我啊？还想推啊，冰鸟阿斯 baby 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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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加速死亡时间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为什么要放水？对啊，想说第一局第一场嘛，放水一下。我们再玩一次，是各位两杯吗？两杯吗？敢不敢？敢不敢再一次？我当然敢啊！刚刚只是让了一下，让一下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你知道，三战两胜，第一战是你胜了。哦，真的吗？规则改了是吧？对，没问题。我们还有一局的。哎呀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按照那个小场，我们是一大场一胜这样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可是、哦、你有想过那个吗？我们刚刚没有玩到那个、欸，叫他去放快那一个，我们试完有，可是刚刚没有。对哈、哦，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大哥很凶，大哥很凶。我一发，哇哇哇！啊是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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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哦！你要注意，你要注意呢，你要注意呢，你要注意呢！为什么没事？你要注意呢！哎，是啦！为什么？我在阿斯那边人称三重阿卡。真的吗？阿卡就是那个那个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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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懂了。哇哇！我后面是那个。对对，你后面是那个，你后面是那个啊！你是对。哎、欸，新的、欸，新的不同，它有不同关卡啊，这是怎样？这个也是打架吧，是用三叉戟打架。哎、欸，宇哥你在哪？要不跟你讲。哦，你在这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下等下等下，我们先研究一下，我们先研究一下，先研究一下。没有没有研究啊，没有研究啊，引诱键啊，诱键就可以射出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像话术，话术我吗？话术你，话术你。哇操嘞！为什么？哎呦，我没射到、啊。骗你，骗你的。哎哎哎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！哎，可恶！来不及转弯，免洗笑话。我解除一个成就，超速！哎、欸、哦、啊，新的新的，那是怎样？是叠到对面吗？可是我们只有三个、啊。Bridge， 哇哇！哎、欸，然后嘞？哎、欸、哦，那三个是永久的。哦哦哦！拜拜，宇哥。哎、欸。哦，这、哎那个破坏，对，雪球是破坏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哦，原来会活着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不叠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他没给我。哎、欸，怎么不叠？拜拜，宇哥。哎、我跟你讲，上次那个四个人，然后大家就傻傻的叠、哦，然后阿神就直接跑过去，跑别人的盖里过界。Rock run、啊。哦，就是刚刚那个方块，然后站在，啊、对不对？哦，这个看谁是色盲啊！我刚才也是色盲，在这个角落。shit！ 哎呦哇，极限哎、欸！还得出事。我觉得在这里，因为自己手方块都有。哎、欸，白色的呢？白色啊！哇！谢谢宇哥。那他怎么这么多种方块？对啊，他站在这个角落，对不对？他站在角落啥都有哎、欸。哪一个？这里，这里、啊哦、真的、欸，真的、啊、都进。谁先啊？
我先。哦，差点。哇，这么那个吗？来，那我也站你旁边。来啊来啊，极限极限。来啊来啊。哎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赢了，你对，在站我旁边呢、啊。哎呦，你这么极限，我跟上，没有接应接应。可是没有，总偷偷还是笑就会啊！哇，这个星巴克我该请了。哇，三战两胜，我没有直接爆了，没有三战，直接两胜，直接两胜啊！好受欢迎哦！哇，大家签名排队啊，签名。哎、欸，还不错玩了、啊，还不错玩，只是我千疮百孔。那个直接私给我地址，明天直接叫外送。这部影片结尾就是我在点星巴克了，真的吗？没错，没错。Okay. 啊，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订阅喜欢。那哎、欸，小妞也会出对不对？应该会。那大家也可以去小妞频道看耶， yeah, 看他如何赢黑羽的干。你很厉害，其实蛮强的。有赛道。订阅我们两个频道，按赞我们两个粉丝团，追踪蛮社会。想要看下一届谁？挑战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讲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